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詹美官，我是看今仔日12月25号礼拜二的婚礼新闻。新科军林馆长张丽生今仔日伫坐馆内来宾的见证之下，对前馆区秘书长黄玉松的手中来接下印信，成为军林馆第18届的馆长。伫咧典礼会场布置有真侪蔬果花卉，也阁准备了咖啡甲柳丁汁，请大家享用。张丽生表示，未来伊会带领新的馆区团队，将军林的农特产品营销到各地，伊嘛会全力来拼经济，让军林上场伫咧全台以及国际拢有做主角的机会。目前馆副秘书长吴玉松手中接下印信，张丽生正式成为军林馆第18届的馆长。现在开始，嘛代表着伊将要带领新的馆副团队接受新的挑战。立下心怀感恩，对于云林乡亲求新、求好、求变的期待，我期许自己一定要做到，要努力不懈地做到最好。未来，让我们一起为云林共同打拼。在馆长宣誓就职的典礼现场，布置真侪在地的蔬果花卉，阁有咖啡和柳丁汁会当享用。这嘛是新任馆长要予大家感受，新团队重视在地产业的心意。今天是县长的就职啊，大家帮他祝贺，哎，对，很高兴啊，能够参与今天的就职典礼，希望在张县长领导下，明天会更好。从今天起，我们不会有一丝的懈怠，我们会把我们所有云林县内最棒的农特产品、最棒的这些特色呢，从今天开始就跟着云林上场一起推销到我们台湾各地。除了宣誓典礼的文化处表演厅，馆府头前广场阁有业者行龙会，伫遮煮菜篮面、锅碗汤和高丽菜饭，让民众享用马庆祝新任馆长就任。我们希望张立善上场之后带领大家拼经济啦哦！张立善加油，云林加油！在点良辰吉时用完以后，馆长张立善主持副馆长以及主管的宣誓典礼，伊再次强调，团队有未少的回乡主题，都是希望让云林人有机会回来服务。我觉得云林人呐、真的是值得骄傲。那也希望未来所有的世界各地的云林乡亲呢，我们大家一起为云林打拼，也让云林提高整个的知名度，让云林上场真正做台湾的主角。除了局处长，典礼上嘛邀请真侪优秀的云林乡亲做回回乡管理，大家拢真期待云林会当真正上场做主角。记者林依林采访报道。